我可不允许你们错过这么脆的鸡腿，都骨断筋后切成两半，装进保鲜袋里，用保鲜袋来腌制会更加的入味。料汁的配方在屏幕上，不喜欢太甜的蜂蜜可以不用加。裹粉的时候要注意让鸡皮的每一个地方都裹上，皮面向下煎到金黄酥脆的时候再翻面。来看看这完美的脆皮，倒入料汁稍微焖一会儿，把杨桃变成一个个小星星，倒出汁水，加入冰块、牛奶以及咖啡。不仅仅表皮酥脆，里面还有满满的汁水。晚上一起追剧的最佳伴侣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